这年头，二零八真好当，高中毕业都可以。小牌大耍，真有你的！长着一张塌房的脸，红不了。出道仅四年，作品不超十部，粉丝不过千万，被嘲塌房脸，私生活被扒。邓为到底动了谁的蛋糕？二零二三年可谓是影视剧神仙打架的一年，尤其是古装剧《长相思》，不仅获得了收视热度，还得到了央视的表扬。而邓为则是热度新生宠儿，一个身份不简单的新卡。 细数了一下，邓为的资源确实不错。《玉龙》是他出道的第一部作品，主演有王鹤棣、祝绪丹等。作为一个在演艺圈没有人格人脉的小白，初部作品就是重要男配，着实是惹人怀疑。电视剧播出后，容貌出众的他被粉丝一致罗列到了“九五花”的队伍，而他的经历在此时也成了被诟病的地方。据传他的家庭优渥，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但这个猜测很快就被推翻。 网友深扒之后发现，邓为家庭疑似一般，只能算得上是中产家庭。不过，家庭背景似乎并不是做演员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的专业能力。而这一点，邓为略显短板。邓为自小学习舞蹈，功底十分踏实，而做演员是他一直的梦想。二零一四年，梦想实现，他如愿的考入了中戏。然而，是幸运也是不幸。据悉，在他大二那年，由于练舞太过入神，导致意外受伤，韧带撕裂。 这不是一个小伤，需要立刻进行手术。没想到这次的伤病竟意外推动了他的命运之轮。邓为是个认真的孩子，老师夸，同学羡慕，高大的身材和完美的相貌似乎注定了他未来一定会在娱乐圈闯出一番天地。而这一切都被这次意外打破了。医生告诉他，哪怕是恢复，也无法再进行高强度的训练。这意味着什么？他的跳舞生涯基本结束。 由于伤势严重，手术过后的邓为和父母都在寻求补救的方法。他的父母带着他去国外寻求更好的治疗。长期的休假和漫长的恢复过程，让他不得不放弃学业。而恢复后的他明白，重新考学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演员的梦想依旧在他脑海驻扎。机缘之下，他得到了东风，他被选中做了模特。没想到，正是这次机会，让他有了进入娱乐圈的机会。 而这来之不易的机遇，也成了他如今的不配红的原罪。《长月烬明》中痴情的萧林让观众心疼不已，而《长相思》中坚强的小狐狸让更多观众心生欢喜。这种清冷感和破碎感在演员中是很出圈的。而大火之后，他的私生活让许多人大跌眼镜。没错，离开荧幕下的邓为是这般模样，与大家认识的有所不同。私底下的他更潮。 看起来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与荧幕上的干净大相径庭。于是，在他的身上，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不满，更有人指出他的性取向问题。邓为在网络平台晒出的美甲照，也成为了某些网友嘴中判别性取向关键的证据。脏辫、腹肌、美甲、不爱笑的表情，都成了他不该存在娱乐圈的原罪。而这些错误，在深扒下才得知，都是做模特时期的照片。 同时，他还被爆出为人高冷，在剧组耍大牌，为了黑而黑，他做什么似乎都是错的。如果一个人足够光明磊落，那么谣言怎会不攻自破？据悉，邓为的朋友爆料，他的朋友圈基本不发东西，照片全在某博。而在正式出道之前，邓为凭借着帅气的长相，在某博上揽获了不少的粉丝。在百忙之中，他会经常和粉丝互动，分享生活。但与其他博主不同的是，他与众不同的直播内容。 沉默不语，基本不说话，这是他在直播中的常态。他做的最多的事情是和粉丝分享日常，他会带大家看夕阳、看海，分享所有他认为美好的事物。他不善言辞，但简单的话语和真诚相处，或许比套路更得人心。他的直播除了分享之外，还十分就有反差感，而此反差感非彼反差感，不是安静，不是社恐，而是愤怒。 因为粉丝被称邓为骗钱，不是一百，不是一千，而是十六万。而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已经有不止一个人发生被邓为骗钱。而身为事件主角的邓为不仅不道歉，反而和粉丝开骂。身为明星，管理粉丝也是职责之一。他曾在不止一次的劝诫粉丝不要相信任何以他名义的来往。而一心热爱的粉丝却经常昏了头，被假邓为骗得团团转。 更是有一些粉丝不听劝诫后上当之后，在他的评论区破口大骂，忍无可忍的邓为对一位粉丝进行了单独输出。这位粉丝被骗财之后，在评论区留下了自己的经历，生气的邓为把他拉到了群里，进行了苦口婆心的教导。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十六万也不是一笔小数目。此刻的邓为极其愤怒，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即视感。父母细心呵护孩子，也无法护孩子一世周全，何况是一个明星呢？ 相信邓为是他真心的想保护粉丝。细数了一下网络上一些邓为的黑料，这些黑料有一个共同点：长相。有网友讽刺他是“男狐狸”，也有网友讽刺他“有颜无演技”。没想到有一天，一个明星最大的黑料会是长得帅。而作为他的粉丝和剧粉，实在看不下去黑粉时，在评论下进行了反驳。而邓为这次却和粉丝站在了对立面，他删掉了粉丝的评论，他表示自己不在乎黑粉的话，因为他相信。 对的事情不用证明，而他删掉粉丝评论，也只是为了保护粉丝不被黑粉针对。粉丝破防了，狠狠的戳到了，躺平挨骂，他早已习惯。对粉丝，他真诚，送出一颗以朋友为名义的真心；而对工作，他还有另一副面孔。据悉，他在剧组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研磨剧本，体会人物心境。为了让自己有深刻的记忆，更加投入剧情，他会选择把一些场景画下来。 除了对剧本认真负责之外，他还会细心的观察每一个人。杨子曾在采访中表示，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很体贴。陈都灵曾表示，他反差感很大，认识了之后发现他不仅细心，还很有梗。而在他大火之前，曾有化妆师评价他一点架子都没有。无论是大火还是籍籍无名，他从未因为身份的变化而改变自己。但哪怕这样，他仍旧被网友戳脊梁骨。 零代言、零广告，更有名气的时候，他除了被黑粉无端谩骂，还会被嘲没有实力。毕竟出道几年，演的都是男配，一个男主也没有，根本站不住脚。不知道从何时起，在娱乐圈，演员的价值取决于代言和广告。而邓为面对这场网络暴力，依旧选择不回应，网络动态也只是一些工作宣传。但这一次，邓为用沉默打了所有黑粉的脸。 九月九日，风度宣布他为该杂志《银石》的封面人物，而《费加罗》紧随其后，在九月十日宣布他为该杂志《金九》和《银石》封面。别看都是合作，中间的细节却是满满。这铺天的富贵差点引起了商战。《金九》和《银石》在服装界是每年四个重要节点之一，也是一年中分量最重的两个节点。《费加罗》不仅把这两个重要的节点给了邓维还把宣传账号的头像也换成了邓维可见其重视程度。 不仅如此，费加罗前一天宣布合作，隔天直接开售，这波神操作直接甩掉头牌风度，让他的粉丝也是措手不及。虽然事发突然，但销售额却尽在掌握，在宣布开售一个小时左右，销量就高达十万，首天销售额更是高达二十三万。而高奢品牌迪奥更是为他拿出了春季新款，可见他在商界的重量。紧接着，修丽可就宣布了他为产品首位代言人。 短短两个月左右，邓为实现了命运逆转。有人说邓为的背后是资本，那么在他被全网黑的时候，又有哪些资本来为他做公关呢？细看一下，在《长相思》刚开播时，他的某博粉丝不过百万，相比剧中其他明星，他可以说是基本没有宣发。那他的资本会是谁呢？如今他的粉丝虽然不超千万，却拥有着千万粉丝的力量，相信这背后只有两个字：真诚。 一是对事业的真诚，二是对粉丝的真诚。或许在某些资本的眼中，邓为的意外走红是个错误，但在邓为眼中，对待演戏不负责才是错误，对待粉丝不真诚才是错误。面对污蔑，他选择用道歉来平息事端；面对谩骂，他选择独自承受。这样的邓为，大家喜欢吗？